啊，你们先去吧。谭老师，吃饭啊？哎、吃饭去啊！哎，李老师，哎，吃饭。哎，你们先去，你们先去啊。哎，走。怎么？不吃饭、啊？哦，我不吃了。这不刚汇总完语文吗？我赶紧把下午那数学卷子捋一下。哎，我帮你。啊、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赶紧去吃你的饭吧。啊，不是，我早上给你买早餐，你也没吃，你这中饭也不打算吃了？哎，两顿不吃没事儿，你赶紧去吃吧。那怎么行啊？你这一日三餐不规律，你身体迟早要出大问题的呀。而且你下午要巡场，你万一有低血糖怎么办呀？潘老师，你能不能从现在开始不要打扰我了？没准我能提前把手里的活干完，留出点时间吃口饭呢。那我去食堂帮你打过来，好吧？哎，不用打饭，我不吃了，谢谢。我知道了，食堂的饭菜不合你胃口，我帮你点。不用点了，我不吃。点好了。我都说了我不吃了，你点了也是浪费。点的什么呀？点了一份意面，一份海鲜面，你要吃哪个？我哪个也不吃，我想吃米饭。啊，那再帮你加个米饭。哎呀，我跟你开玩笑，我怎么说什么你信什么呀？你点什么我吃什么，行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嗯，你还有事儿？啊，没事儿。哎哎，还真有一事儿。你能不能一气儿说完呀？我刚没想起来。你看。什么呀？还记得刚开学那会儿，季洋洋开了辆法拉利过来吗？我记得。谁把这个做成表情包了？对呀，同学们给我看的。现在大家都把这当一乐，到处传，那影响多不好呀！所以我赶紧发给你看看，怎么办啊？这影响是挺不好的，但这些啊都得等这次期中考完试再说，因为这次考试太重要了。你这样吧。你把这个表情包发给我，我去找校长谈一下啊。然后你帮我捋一下数学卷子，千万别给我弄错了啊，潘老师，麻烦你了，拜托了啊。行，那你一会儿记得过来吃东西啊。啊，你先放着吧，等我下午考完试再说。那个同学们好好做题啊，我出去看一下。哎，吴老师，你忙。